些数据反映出的是，在国家对软件产业的鼓励政策支持下，我国软件产业将迎来长期高景气度周期，国产软件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也将迎来爆发式的增长。商业创新平台来服务这个企业的数字化建设，通过服务企业的数字化建设呢，来帮助我们服务的客户实现数字商业创新。